经文第六十篇，也就是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三篇。经文第六十篇，我若未晓讲人的言语甲天使的言语，我若有传达上帝信心的文字，我若有够呀的信心，通移山倒海。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，也是献金互火烧。忍耐是宽容，忍耐是慈悲，忍耐有忍耐就会嫉妒，为我好好的骄傲，未做见笑的代志，为你发脾气，无怪生气，为爱不义，忍耐会包容一切，对一切有信心，对一切有盼望，对一切有耐心。这声忍耐永远存在，传达上帝信息分数是暂时。所以财富有限，不过，迄个完全的一个来，我做囡仔的时，讲话亲像囡仔，我已经成人，现在，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，模糊无明。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。将来完全了解，自己就能完全了解我。将来这些，阿弥陀佛，愿来愿往，愿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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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两位圣经吼，啊，咱先看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，伊随时逼学生上船，大声过去一边，向后伊四散众人，四散众人了后，就家己上山祈祷，已经暗，只有家己踮伫遐。彼时船伫海中，无影摇错，因为是对头风。明是四天，耶稣对海面行就问因，学生看见伊行伫海面就真惊，讲是怪物，因为惊。就嚎叫，耶稣两边甲面讲话，讲安恁的心是我，唔免惊。彼得因伊讲主啊，果然是你，就怜悯我，行水面就问你。伊讲来，彼得就对船里落去，行水面，彼就问耶稣，总是看见风就惊，特别沉落去。就嚎叫讲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耶稣随时伸手牵伊讲：“小心的人啊，声势调离，因上船风就停。船里的人拜伊讲：‘你真正是上帝的子。’”咱过来看一位新约福音啊，约翰福音第二十章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二十章十九节，迄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，
已经暗，学生因为惊犹太人，就伫因所住的所在关门，耶稣教徛伫中间，甲因讲，愿恁平安。已经讲这话，就用手甲撇下，互因看。学生看见主就欢喜，耶稣佫甲因讲，愿恁平安。我找恁，真像爸有找我。愿静静读到这，愿上帝祝福咱所读伊的话。这时咱来读今仔日的经文，福音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，咱三个来坐念台北的时。我的平安交予你，我将我的平安赐予你，我的福音不是真实世界给人的变化，你的心不是变化，让我听见他，让我听见他这个吼。